工屋聯睇樓團，大家好，我是劉德榮。大家好，我是薛啟。今日會為大家介紹位於火炭的彩和苑。德榮啊，我知道你在呢個區嗰度都服務咗一段長時間，你不如你為大家介紹一下呢個新屋苑啦。好啊，咁火炭的彩和苑啦，係位於火炭和尚敦街的十八號，是一個單棟式的居屋啦。咁咧，我哋一共咧就有806伙嘅，咁預計人口咧就2480嘅。咁一共咧就係會有44層啦，咁包括 LG2、LG1、G 樓1至40樓同埋天台嘅，係啦。咁咧，阿啟啊，咁不如咧我又問下你啦。咁依度大概嘅售價係幾多㗎？根據資料顯示咧，依度嘅售價咧位於250萬至480萬左右啦，平均尺價係7190蚊左右，而落成日期咧已經喺2020年攞得入伙紙㗎咯喎。咁樓宇面積咧，咁單位嘅面積裏邊咧就有36.6平方米至到呢個57平方米之間啦。咁單位嘅分配咧就係有806個嘅，咁一房單位有438個，兩房單位有250個，三房單位有118個。德榮啊，你喺度服務咗一段長時間，不如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環境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咁我哋彩和苑啦，咁彩和苑其實就位於火炭工業區嘅側邊啦，咁咧就鄰近我哋另一個新落成嘅屋村啦，就進陽村嘅。咁雖然咧依個工業區隔離就係有我哋依兩個屋苑啦，咁但係咧講緊彩和苑嘅話咧，佢所有嘅窗口咧，佢面對住嘅風景咧，其實主要都係靠山多嘅。咁就只係好少數嘅單位，向東嘅單位咧，係會望到園內景啦，或者一啲低層咧會望到工廠大廈。其實高層嘅話咧，都會比較少望到工廠大廈，都係望到一啲遠嘅景啦，同埋山景比較多嘅。咁都比較開陽嘅，幾舒服嘅。咁如果我有小朋友嘅話，區內有啲咩教育設施可以配套咧？咁我哋彩和苑咧嗰個屋苑咧，咁就係位於小學嘅91校網嘅。咁咧區內咧，咁就有呢個浸信會女明才小學啦、培基小學等等啦。咁如果咧最近我哋彩和苑嘅學校咧，小學咧，咁就係寶良谷消防心小學同埋培基小學嘅。咁呢兩個小學咧都係屬於火炭區嘅。咁另外如果中學嘅話咧，咁就屬於第七校網啦，咁三年區嘅第七校網啦。咁第七校網都相對比較好嘅，咁都係一啲 Band One 學校啊比較多嘅一個校網嚟嘅。咁都唔使擔心小朋友啊。咁周圍咧係一個工業區啦。咁除咗呢個工業設施之外，仲有啲咩生活配套可以配合我哋咧？咁彩和苑嘅話咧，咁部分有啲有蓋嘅停車場啦，咁就喺屋苑入邊咧有44個嘅。咁另外咧都有一個傷健人士嘅一個車位啦，另外就有8個電單車位啦。咁可惜有個方面咧就係屋苑入邊咧就冇任何生活嘅配套，即係冇超市啊等等嘅。咁咧最近咧都要去到進陽村嘅商場啦，同埋街市等等咧去買一啲生活用品嘅。咁另一方面講一講交通啦，不如咁交通方面咧，咁其實佢就距離呢個火炭嘅港鐵站咧都有段距離嘅，可能大概要行15至18分鐘到啦。咁但係另外咧，進陽村嘅巴士總站咧都有啲巴士啦，同埋有小巴咧係可以出到沙田區，同埋去到港島東啦，同埋九龍東有啲唔同嘅車可以去到嘅。聽講巴士當日嘅話有條新路線開通咗喎，係咪？係啊，我啱啱坐完啦。咁呢條線咧就係989，咁就去到西灣河嘅。咁就喺繁忙時間咧，就會特登係去到港島東啦。咁如果要去港島西或者南區等等嘅朋友咧，咁其實喺西隧轉車咧都非常之方便嘅。明白。咁聽咗你咁多個介紹啦，不如你為呢個屋村評下分啦。好啊。咁就如果係屋苑舒適嗰方面咧，我就會俾滿分4分嘅。咁因為咧，咁佢主要都係因為向山景比較多啦，咁冬暖夏涼都比較舒服嘅，咁所以我就會俾4分啦。咁生活配套方面咧，我就扣咗1分嘅，得3分。咁就因為我哋自己屋苑入邊咧，就冇任何生活配套設施，即係冇超市啊，冇可以買日用品嘅地方。咁就最近要去5分鐘嘅路程去到進陽村，咁所以咧我就扣咗少少分嘅。咁另外咧，交通方面咧，咁就因為都係一個新開發嘅一個叫做住宅區啦，即係進陽村又好，我哋彩和苑都好，咁交通方面咧都尚待有改善嘅地方嘅。咁另外咧，咁大家都知道啦，火炭區其實就係一個工廠區啦，以前咁都係啱啱開始開發成為住宅啦，咁所以佢嘅休憩嘅地方咧就比較少嘅，咁可能都係得三美街嘅遊樂場啦，即係籃球場、足球場等等啦，同埋貴地街咧有個好簡單嘅一個花園仔俾大家行下咁樣嘅啫。咁就所以咧，我就只係俾1分嘅啫。咁聽你嘅總體
評分咧，總結下來有兩分嘅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屋苑有興趣嘅話咧，都要留意翻有幾點嘅喎。村裏邊有啲護土牆咧，好似有啲情況，都請德寧為大家介紹一下。好啊，咁咧村入邊嘅斜坡啦，同埋呢個擋土牆咧，係需要業主負責啦。如果有維修嘅話，另一方面咧，咁一部分嘅地界以外嘅斜坡咧，其實都係要業主負責嘅。咁另一方面都要最關注到嘅咧，就係因為依度咧都屬於單棟式嘅居屋啦，咁所以咧管理費咧就係會比較高嘅，因為分擔嘅户數咧都比較少，所以咧管理費會比較高嘅。多謝你為我哋介紹呢個彩和苑啊！咁我哋公屋聯會咧一連四集會介紹翻居屋2020嘅樓盤，同埋會為各個樓盤進行評分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記得喺2021年嘅五月左右咧就會開始揀樓噶啦。咁我哋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